现在到了二楼的美食街，我们会看到一个宝雅跟一个老虎欢乐世界一个游乐区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主题餐厅区，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聚餐的地方所在。往里面走，你就会看到一整排的餐厅。来，拍戏你拍拍手，我考虑拍拍照。来，我是阿富。来，今天我们来到是新店捷运站二楼的美食街碧腾广场。来，现在我带你们进去。今天是我们幸福美满团在112年1月3月份的第一次的餐会。我看到坐轻轨捷运要换来这里。台北的话也是中台的。那大家现在正在拿每个人的食物。我平常在桃园。大富，今天我们吃的是直火蒸的美食，来六家规模。来，今天看这个特别的，哦，看起来就很香，有没有很想来品尝一下？来，这边的帅哥美女幸福美满团，你今天要来开112年第一次的一个聚餐，那今天请到这个地方。大富，今天我们吃的是直火蒸的美食，来六家规模。来，今天看这个特别的，哦，看起来就很香，有没有很想来品尝一下？来，这边的帅哥美女幸福美满团，我们今天要来开112年第一次的一个聚餐，那今天选在这个地方。